这里是新竹县最新的健康健检中心，而完善的设备以及舒适的环境，让民众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饭店般的舒适感。台大医院竹东分院的东健康健检中心正式开幕，宽敞舒适的空间一共有9个休息室，每间都配置可以移出99.5%以上的空气滤清器，全自动感应式卫生设备，让来检验的民众在最隐私又舒适的私人空间中进行检查。我们用的是 3T 的 MR， 用2567的 CT， 那最好的方式，最好的仪器来对抗这些最困难的疾病，也希望能够及早发现这些重大的问题。同时配置最先进的256切微辐射极速电脑扫描仪，以及全数位化 3T 磁振造影仪，能够提前预防脑中风、心肌梗塞以及早期发现癌症的健康医疗服务。健康检查把很多潜在病因找出来，而且呢，这种先进医疗仪器降低成本，让更多民众可以受惠啊，这个都是将来应该要去做着重的方向。目前推出万人肺癌筛检活动，每次筛检只需要3分钟，价格更是市面上的1/3，民众只需自费2000元就能让早期肺癌无所遁形。只要是关心健康或自认有肺癌风险的民众，都可上网预约登记，或是拨打预约专线0359568000或0359568001以及0359555559。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关心您的健康。